本系列内容纯属虚构，与现实人物、地点、事件无关，若有雷同，纯属玩梗，请勿较真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诺斯。今天的话，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 Vita Vampen Yama 的辉煌生涯模式。那么，在上集影片之中，Anthony Edwards 以及 Rudy Gobert 突袭了 Vitale Wembanyama， 并且 Jeremy Sohan 及时的出来拯救了他的队友。那在这个情境之下，Wembanyama 向教练求情，让 Jeremy Sohan 可以有更多的上场时间。那他们就要一路来对决我们这个12月4号的明尼苏达回廊队。但在那之前的话，我们首先先模拟掉中间的几场比赛。好，到12月3号之前的话，我们的战绩目前为止是8胜11败。那这边先把经验值全部都给加总上去。那我们这边总共获得14018点。那么在上次那场街头篮球里面的话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背篮实在是没有那么好，所以我这边把背篮控球直接给升到80点，然后背篮的后仰跳投呢，我们再增加个到85。好，到85了。那我们刚的话是把背篮控球增加20点，以及背篮后仰跳投这边增加8点，那现在的话他又来到47。接下来由于他的体力只有87点，所以我们这边再额外给他增加到95，所以这边再多点个8点。好的，那么体力这样的话就很充裕了。接下来我想增加他在内线的一个得分能力，所以这里我首先先点一个恶霸，然后当然崛起这个徽章也是给他点下去。个人扣篮大师也可以啦，因为他毕竟是可以做一个内线切入的。然后是 Mesher 这个徽章，因为他是7尺4寸，这个徽章在大打小情况之下的话会有加成啊，这个就直接点下去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还没有篮板猎手，对不对？身为一个篮板狂魔，一定要有篮板猎手的、啊。1500，哎呀，差2点，这样没办法增加，算了，下次再说啊。最后我们多买一个弹跳大师，最后再来个外线龙手剑，这样我们的会战的话就足够多了。那这样 Vita Wembanyama 的话就聊84评分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对决明尼苏达灰狼队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各位，比赛之前我来宣布一件事情。Sohan 近期的表现让我相当的满意，所以今天起他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进攻大任。各位队友们可以多给他传助攻，听到了吗？各位，好、哦，哦哦、这一切都在我的计算之中。一开始我找特哥来处理你，就是要塑造你是联盟公敌，让大家都针对你的形象。接下来我再让椅子哥来找你麻烦，也是要让你更加确立这件事情。最后再让我跳出来成为拯救你那个人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你就会开始信任我，我的球队的上场时间就会大增了。好了啦，特哥、椅子哥，你们都只是我的棋子，就让你们来看看本大爷最强的实力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么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重要啊，我必须要帮助我们的这个 Jeremy Sohan 再额外拿下20分啊，我才有办法帮助他多增加额外全属性1点。那我自己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也可以多获得全属性1点。那我们两个球队之间的一个战绩来说，其实差不多啦。是 Rudy Gobert 跟我对位的话，我总觉得啦，是还是没办法占那么多便宜的。现在 Anthony Edwards 场均32分欸，哇，他现在也是全明星身手了。好，来吧 ，Rudy Gobert， 我们今天要好好教训你一番啦。首先，我们先挑到球。如果今天我有办法帮助 Jeremy Sohan 拿到20分的话，我直接帮他加这个啊属性啊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自己也要扣属性。挡拆中投，球没有进 ，Jeremy Sohan 篮下，球也没拿下，篮下，哦哟，果然他在场上是不会跟我放水的，你知道吗？来下个挡拆，篮下小抛，球进可以，身材还是比较高一点点的、啊，篮下，哦哟，啊被抓下来。哎呀，没干扰到他，我、哦、球哎、欸！你想 Jeremy Sohan 有个机会上去，哎呀 ，Sohan， 哇，他已经增加一点属性了，还不够是不是？我来帮忙干扰一下，篮下再干扰，拿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靠子，我再下一个，中投，有好球，哇，7尺4寸真的不是开玩笑的，他真的超级高的 ，Vitor Wembanyama， 现在挡拆，篮下一个火锅给他。推波快攻，莱德马塞尔篮下直接一个干扰，然后是一个犯规。进场，前去，有机会吗？上去，哎呦，又被火锅、欸，很难呢、欸，真的。要帮助这个 Sohan 得分不容易啊！一下挡拆，外线跟上面就出手，就还是没进。20分而已呢，哥，加油啊，尊重一下。固定位置买 Daniels。拿出来点住 Russell， 有守到吗？有守到吗？可以，我被我不管他，
他居然中了箭嘞！挡拆出来，等一下，再干扰一下。哦，哎呦，100%干扰啊，还是被他丢进去了。现在干，来一下，直接上去想灌篮，哇，如鱼狗飞了。啊，今天他想真 DPOY 了，哎，他好夸张哦。手狠，挡出来之后没机会。啊，还有被抽掉了。等一下 ，Ados， 哎呦，这边再给买 Daniels 又是个犯规，难怪我们现在战绩看起来不甚理想啊。就说实在了，我们其他的得分点位还没有练出来，可以，这个三分球勉强进了。不要再杀篮下，你们，你们要出事情了，哥，现在挡拆，没有机会啊，篮底下，哎呦，这边要犯规，可以，开完热身已经两犯了，来双海加油。你加油啊，哥！我疯狂助攻，你现在只得一分呢、欸，你他妈的、欸！当初这个威廉韦维亚马跟教练打包票的呢、欸，今天就你就要得20分呢、欸，你在给我嘻嘻笑！哇，外线这空档大的呢、欸，等一下我的，等一下直接被火锅了！哎呦，谢，是不是要被扣点数了？妈，开场六投零中想怎样啦？哦，欸、好狠呢、欸！Urbanks 这边直接拦下一个上篮得分，挡拆，躲起来拦一下空档，上去灌篮，总算开始有建树了。好了，我承认啊，你对位这个 Kevin Anderson 打起来是难打，我同意啊。但你没必要这样子对位像 Rudy Gobert 这样硬上嘛，一直上呢。好，再加一个板 ，Marcel， 拦下再给 Kevin Johnson 进去灌篮，可以，一挡。拦下，哇，这硬打，好狠哦！拦一下，我不知道索恩想干嘛、欸。索恩今天是不是想搞事啊？他八球里面只要哪怕是进个两球，我们现在都是领先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火锅送给你啊！哇，你在我面前耍球想干什么？这边 Johnson 又转身，拦下直接上篮，面对两个人，这球是没有进的。给他 shorthand， 再给他拦截一下，好球！这个高手上去可以，想突破，干扰拿下来，好球啊 ！shorthand， 下来挡，拦下，哦呦，吓到哎、欸，远地吓到哎、欸，哇，直接那个球丢出去了，哎呀，我刚刚才发现我已经换防了，小头，哎呦 ，Urbanks 防守不错哎、欸，我记得他曾经也打过这个马刺队啊。马刺出品啊，必是精品啊！这个挡拆，不要想内切，咦他妈的！哇，完了，被他骗掉了。灰狼队其实老说没有很好打哎、欸。下个挡，篮下，中投，球没进，哎，又转身，就让篮下，哎呦，又是直接被严重干扰下进哎、欸。凯伦·约翰逊，篮下直接欧洲步上去得分。我跟你讲，双眼。他如果再这样打下去，我可能要弃用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这样真的不行啊！欸、所以切给他靠腰嘞，拿前去三，哎、欸，一个犯规可以。他罚球很烂是不是？哎，行行行行行，有啊，他现在得4分了，不能嘴了，不能嘴了。看，好，那中场结束好，那我们第一节结束，目前为止是21-19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二节啊，那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想要换人的意思哎。哇，今天是想让我们打到底是吗？篮下再抓个板，这么快给我外线拉出来个三分球，球进，然后再给底角，好球，哎呦，这又抓回来，再回外线，哎呀，他这样不会进，可恶，他现在手感不好啊，不要投三分球啦，买 Daniels， 哦，可以。又补回来，好球！哎、欸，你怎么又扒家了？干嘛、啊？在抓板，左黑打起来，然后上了得分 ，OK N1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们一文没要把那个气到看都不看他一眼呢、欸，哇，直接自己跟自己拍了，看，哎、啊，下一个超截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
再来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话是聊第二节的最后三分钟，目前为止的话，双方的话就一分差距，比数一直都拉不开。瓦兰下这个拿下来，球。各位前场 ，Lonnie Walker。哎，怎么一张了？好球、哦！他进去了、欸。我觉得刚才球有点运气成分啦，但没关系啦，能进球的打法就是好球嘛。哎呀，被 N1。今天三分球目前四投二中啊，还可以啊。干得好，一个火锅。来这边来一下错位，前去有机会，上来。阿妈嘞，看你妈！我真的是原地吓到哎、欸，什么意思？谢谢挡拆，不要个犯规，从头到尾看罚球还得分，我真的是，好好好，罚球罚到二十分也是二十分嘛，对不对？就打球难看了一点而已啊，那还是二十分嘛，对不对？挡拆后，来看一下怎么接，来一下直接进去得分 ，OK。五点位置 ，Demeli， 拿下，哦呦，有干扰拿下来，好球。有Zio， 一个急停三分没进，然后外线拉个三分，哇呀，这球被袭吧？哦对，真球真球。好，目前中场结束是44-49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我死拖活赖，我要让松黑拿二十分啊！他今天打那什么西瓜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黑多斯，你篮底下一个垫步往后，哦，可以，拿下。哎、欸，其实 Rudy Gobert 打我还算有一套哎、欸，但我打 Rudy Gobert 又何尝不是有一套呢？天俊上来得分，哎、啊、呀，一个犯规。其实我老实问各位啊，我不知道松野这个人问题出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他都在打什么东西、欸？我切，我懂了，他切入速度有够慢，他应该加速能力很低，非常的低。就是我刚刚怎么让他切那线，他都切不太进去。也毕竟他是四号位啦，不能让他奢求那么多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又是个三分球进，我刚好稍微看一下这个后台数据啊，他的切入速度本身的话是74啊，说实在就没有很好。等一下这边再要个犯规，他上了每一球都没有进过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但是为了这个全属性加一分啊，我要努力啊，真的是没办法。拦下，好球 ，Kevin Johnson， 挡拆，拦下，嗯，要打进去。哎，说实在我守不太住他们哦，啊，下个挡拆。对，收黑，收中投，哎呦，拿不下来，来一下，上来 ，OK， 终于进了，他终于有一个上篮得分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看好像有人在考驾照一样，然后就是他每次都冲去撞墙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终于他骑对了一次啊，哦，痛苦。好，刚那个打手犯规的话，也让这个比数来到三分差距，目前打的是四外以内啊，这应该也是符合马刺队现在应该要打一个阵容啊，来。有大空档出手，三分没进，这球篮板差点拿下来。中投来，球进，好球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收汉这个人活生生被我喂到这个，现在已经11分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来 ，Jones， 给挡拆后内切，哎呀，这球他太矮，我太高啊，这个传起来就不是很顺，你知道吗？篮下这边直接一个打倒犯规 ，Edwards。点篮一下，这边好像有干扰到一点，但是好像没办法阻止他灌篮了。Edwards 起个挡拆，我绕来绕去，余音绕梁哎，哇，搞不了一个三分就八千了，真的是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就让，这个篮下，哎呦一个，哈，妨碍中篮你个大头鬼啦！我刚才就手都快伸到那个篮筐上面了，你跟我说这样子，好球。管得分，好球，要挡，干扰，火锅给他，拦下，那个干扰直接抓起来，好球好球。Trey Jones 中投拔起，球没进，收回拿下篮板，真上，好球直接灌下去，然后这边硬打，需要个方案，哎呀 ，and one。现在来到第四节，目前为止的话是已经来到四分差距了，来，今天我要达到教练的要求啊，我拿个20分给他们啊。来外线投起来三分，这球没进。哎，我是杀进来了，又是个火锅。
我想我永远都是最后一道防线啊。来 ，Richards， 好球 ，Richardson， 再挡拆。哎呀，好球！还有七分啊，我们得尝试一下。你看，哦哟，啊，是犯规。好，再一次。再挡两人包夹内线，继续灌篮，可以。目前15分，差5分啊，感觉就没那么难的啦，只是看到是前面确实挺难受的、啊。哎呦，再一个火锅，再干扰。哦 ，Sohan， 宰制能力开起来咯，干扰一下，犯规。然后内线上去要犯规，犯规拿下，没有嘛？教练的命令是拿20分嘛？他没有说一定要赢球啊，对不对？我才发现一件事情啊，你要说还拿20分，比乔丹挑战还难，你知道吗？哇！再火锅啦 ，mother！终极大空档什么意思？哇，连续两球，一球被火锅，一球被那个呢干扰哎，哇！等一下，再被哇，进去啊，上来可以。下一分的话，同时是他拿20分，我拿10个助攻的时候，好不好？火锅谁给你啊？帮你前场，再给到是，哎，篮底下，三分，火锅不是、欸，今天我们真的会输呢、欸。把你切进去，三 ，OK one， 哎、欸，睡啦。原本在我的预想里面啊，能拿个20分、小挑战，然后没想到我今天最痛苦就是这件事情、欸、哇，该死！再下档，来一下空中接力，接力灌可以，有了大三元啊！接下来的话我就不需要再给 Sohan 任何的球了，我要一个人单干到底那种啊！来，哎呦，完了，哎，犯规，还好，对啊，今天也被我锁了好几球啊，他现在应该很难受，哎，两分都没进，篮下上去抓板。进去边再上，好球、哦！21分，28篮板，10助攻，大三元，终极大三元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今天可以拿30个篮板吗？挡拆，又是一个垫步往后，哎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就只能要么帮忙，要么守内线嘛。那个外线，啊，尼沃克拔起三分，没进。哦呦，这个直接拉开，还好还好，29半。球给我，地面上岸可以，没了吧，没了吧，再板30板，谢谢。然后再将刚刚那个火锅啊，我已经拿下一个超级大四喜啊，好不好？23分、30篮板、10助攻、10主攻啊，哇，什么数据啊？再拿个板，篮下 ，Sale 上去要个犯规，不要打、啊，不要进，不要进，不要进。还好，看一下，沃克，都还给我，等下上去要犯规，感觉扳平哦，完美，再干扰，11个火锅了，谢谢，再内切，上去要犯规呀，谢谢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数据啊，对死第一火锅王啊来了，今天全场之佳 Victor Wembanyama 拿出来外线三分，哎呦，但我跟你讲你放心啊，你今天再怎么帅帅不过我的好不好，12秒钟拿个2分轻轻松松啊，交给我上去，哎，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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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问你有没有？我想这个再绝杀下去的话，本场比赛绝对列入史诗啊！转身上去，
来，慢慢起来，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。离手了，离手了，谢谢。算，太神啦！维特文贝亚马史诗级绝杀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再重播一次，拦下，放进去，没问题。哇，今天不但完成了教练赋予我的任务啊，还完成了一个超级大四喜啊！那最终呢，文贝亚马今天拿29分、32篮板、10助攻、11助攻的一个表现啊。那今天这个 Jeremy Sohan 在后期啊，勉强算是有点搞头啦，你看他前面第一节9投1中，第二节4投0中，然后第三节再开始5投3中啊，然后第四节啊这个9投4中，那总算是打出点东西来，好不好？那这里我们两个人也获得了这个全属性加一的一个增强啊，那 Jeremy Sohan 也正式来到了这个80评分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我们就得下2613点的经验值。那这里大梦五步我就直接给他点到铜牌，然后第一位组织者跟贝兰转身大师，以及贝兰这边再增加个3点，22个徽章啊，哇，是非常多的。那未来马刺队的黄金内线组合，我相信可以在这个NBA 闯出一片名堂啊。那么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，也感谢各位今天收看的。如果各位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随时关注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